哦，奥特曼，你又来了！你在这里破坏人类的家园，我当然要来阻止你。今天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奥特曼，你废话真多，那就来吧！怪兽，你还有两下子吗？看着！妈，我们快回家了。好，奥特曼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就给你。还敢来破坏人类的家园，这些怪兽真太嚣张了。都出来吧，快点出来吧，阿凡达把怪兽给打跑了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。阿凡达